我一向都好怕凍嘅，但係又唔中意著太多衫喎。不過有咗呢件赤道超級保暖內衣咧，就可以幫我解決到呢個問題啦。無論係平時翻工又好，之前去北京旅行得零下五度都好啦，我都可以又輕鬆又保暖。赤道超級保暖內衣咧係一件設計精美嘅功能保暖內衣，件內衣係採用無縫編織嘅技術。除了特别贴身舒服之外，还会因应不同的部位，因应不同的需要去织出不同的层次。好像在前后腹这些最需要保暖的地方，就用了独特的保暖纤维加厚编织到好像毛绒一样，而这些毛圈的结构就可以将热力锁向内面，所以保暖效果特别好。而且表面的面层就可以将汗水特快地吸收和挥发，既保暖又不会吉肉，以后的背脊就不会再好像被蚁咬一样。在三身和三袖这些成日都要活动的地方，就织了棉质透气层，双手就可以活动之余又不会那么容易焗到出汗，适合去滑雪和做运动。還有三腳這裡是特別薄的，這樣攝入褲那裡就不會覺得臃腫啦，適合我這些貪靚的人。有了赤道超級保暖內衣之後，以後我去日本滑雪的時候，就不用在冰天雪地入回去室內暖氣房的時候，好像沖完涼一樣，一層一層地把衣服脫下來之後，又要一件一件地穿回上去，都挺煩的。還有我的夾都不用預那麼多位放御寒衣物啦，變相就多了位放我的戰利品啦。平時在香港咧，我就會將佢好似一件緊身衣咁著，求其笠件外套就已經可以好好睇啦。仲有唔同顏色俾你選擇添。